2月1日以来，我们由原来的日均卸车280吨化肥提升至500吨以上。 到站后，我们将化肥从火车上卸下，装入汽车，直接送到田间地头。运能上，我们优先保证农时最紧张、运距较长地区的农资运输，还对不同的目的地设计有针对性的运输方案，保证农资运输安全高效。